今天吃点饭吧，这是我提前拌好的土豆酱拌的大米饭。哎呀，这盘也挺沉的。然后来点鸡蛋酱，来点大葱。刚洗完头发，还没干呢。要是等吹干吧，饭就凉了。所以作为一个专业的干饭人来说，我不等。真皮，给包一会儿。妈，整多了。老香了，嘎嘎响。我把葱切小点抓好了。姐姐，这都没有葱了。